啊，自排车都是这样吗？这仪表板下面怎么出现这个有 O 又斜线 D， 然后 off， 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原来是查网路以后知道是爬坡用的哦，爬坡用的，增加马力用的。自排的车哈、哦、要换挡，比如说要倒车换挡都要先停踩刹车停下来，然后推杆换挡到 R， 然后才能够倒车哦。啊，这个爬坡是要增加马力哦，如果还要停下来要推杆换挡到最下面那个哦，爬坡用的，这样太麻烦了，就直接在排挡杆哦，直接在排挡杆碰到手心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在下面不是那个手刹车那个大的按钮，而是更下面一个小小的按钮，按下去哦就消失了。要爬坡了啊，按下去哦，这个增强马力，但是耗油。如果不知道把它关起来的话，耗油哦，都知道一些比较好。